两个讲很白。那你跟陈其迈 PK， 你有信心吗？我现在连骂他都不想骂。陈其迈是个诸侯嘛，一个诸侯不干诸侯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把他看。张亚中呢，他是很有使命感，但是呢，所以看来看去你才是最强的。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人就是我们内文